开始清扫战场。危机还未解除。遵命。不请自来的客人们。危机还未解除，不请自来的客人，苏醒吧，冰霜的主人。不请自来的客人。清扫完成，请指示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多谢您的信任。不要担心，我会保护你。遵命，不要担心，我会保护你。遵命。有何吩咐？危机还未解除。不要担心，我会保护你。要喝杯茶吗，舰长大人？我会保护你，遵命。有何吩咐？危机还未解除。遵命。醒吧，冰霜的主人。谢谢您的关心。不要担心，我会保护你。遵命。准备起。Thank you.
对不起。找到你了。啊！你是？怎么会？刺客先生，快快走，这里危险。今年的烟花，我好像是等不到了。
诸君，请随我出战。在那边吗？烤鱼看起来不错，但是我拒绝。不要擅自停下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跑过去，不试试我新研究的阵法吗？什么？你中计了！北斗诛邪，除凶去殃。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偶尔徒步行进倒也不错。在看什么？安心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。烤鱼看起来不错，但是我拒绝。在那边吗？不要擅自停下，此地不宜久留。烤鱼看起来不错，但是我拒绝。不要擅自停下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漂亮的一战，速速回去办场庆功宴吧。Thank you.
诸君，请随我出战。烤鱼，看起来不错，但是我拒绝。你中计了。无被预料之中。
Thank you.
开始清扫战场。危机还未解除，不请自来。不要担心，我会保护你。危机还未解除，遵命。不请自来。苏醒吧，冰霜的主人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我曾与你共度未来，却不曾知晓你的过去。那时的你和现在的你一样，背负着别人的生死，在你活着的时间里不断被迫重复着过去。哭的话，像小孩子一样哭到精疲力尽就好。痛苦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习惯了痛苦后，再也感受不到痛苦。但是想要了解人类，就绝不能只是在一旁看着，你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，看着他们在看些什么。若是还存在着其他旁观者，此时他们一定对你充满期待，期待你跨越更多的死亡，直到抵达没有人受伤的圆满结局。他们不知道，也不关心你曾经历了什么。这个故事无关乎拯救与被拯救，它的结局不断被修补着，又生出新的裂痕，而你是那个重复重复重复尝试便利痛苦的人。我在这里试图给你提供一个能够破局的契机，这就是我存在于此的意义。
样就可以了。当年也是这样，我还真是不擅长告别。我们都处在一个总在擅自离开的世界，宰相大人，宰相大人，庆典马上要开始了。已经是这个时辰了吗？我随后就到。对了，关心大人在哪儿？属下正想同宰相大人禀报，皇月城内未见殿下踪迹。宰相大人，您怎么了？无妨，我想关心大人心事又对什么物件着了迷，一时忘记了时间，出城去了吧。要属下派人去找吗？不必了，你退下吧。这一次看来您是要去很久了。
Thank you.